先生，我来帮您。谢谢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走错了，我走错了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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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，帮我抬下箱子。 这位旅客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有别的任务，请您稍等一下。哎，我刚才看到你帮头等舱那个男的抬箱子，我连一大把手你都不愿意，这什么服务态度啊？请您稍等一下，我忙完就会来帮你。你这是区别对待旅客。哎呦，没事，当心。哎呦。 没事吧？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手怎么样了？没事，你身体先坐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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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，没事。你先去忙吧。我可以。我去跟主任称部长说一声，你耗位的工作我来帮你。你先别说。 回程的餐食和疾控品清点一下，清点完毕之后来跟我汇报。乔部长，哎，客舱情况怎么样？哎、一切顺利吗？一切顺利，没有发生任何问题。夏夏，我赶紧带你去医院吧。怎么了？啊，哎呀，就是我自己一不小心，哎，那个，怎么受伤的？ 就是我自己手残，拿推车的时候卡住了。还有3个小时回程，赶紧去机场的急救中心处理一下。我陪夏夏去吧。不过机长，其实夏夏受伤是有其他原因的。等我带夏夏从医院回来，再给你汇报。 当时要不是夏至及时帮忙，那现在去医院的可能就是旅客了。啊，我这个吧，医生都说了，轻微骨裂，2周就能恢复，啥都不影响，啊。见习乘务长，请你自己说。我当时在服务其他旅客，他自己非要着急搬，这怎么能怪我呢？见习乘务长当时只是在整理附近的行李架，你。 你不要乱讲话，我只是如实汇报。几位目击者旅客的联系方式我都留了下来，可以再次确认。乘务员手册规定我们协助旅客安放行李，意思是帮助那些有困难、无自理能力的旅客。那名旅客又不是老弱病残孕，分明就是故意找茬。这种旅客就是巨婴，我们越宠他们，他们就越嚣张。旅客也有自己的难处，你不能因为遇见过几个无理的客人。 你就对所有的客人都心怀芥蒂。乘务长最主要的工作是负责其他方面的准备，必须要保障飞行安全。不管旅客的诉求，这就叫保障飞行安全。为了补救你的工作，牵连同事受伤，你到现在一点悔意都没有。你对旅客说过一句对不起吗？对夏至说过一句对不起吗？ 乘务的工作的确不容易，是你会觉得旅客不理解你，但你理解旅客了吗？人与人之间的情绪是可以传递的，你心里怎么想，他们都能通过你的眼睛看到。齐豫，虽然你没有遭到投诉，
但是因为你工作失职，害得同事受伤。作为代理机长，我会把今天的事情上报公司。千万别当真啊！就公司论坛上，不知道哪个人渣在那造谣。这什么啊？这……你往下看。鲍文妙，私渣渣女飞，一边勾搭顾部长，一边勾搭女宿，脚踏两船。顾部长早已跟网红重叠为战。你再看看评论吧。疯了吧，这就是诽谤。小小，你先别着急啊，我看这两个人的 ID 非常蹊跷，我得找人帮你查清楚。谁会平白无故的在造谣啊？这嫌疑人肯定是在肖肖的仇人里头找呀。没听说谁跟肖姐有仇啊。我觉得还有一个人。谁？谁啊？这件事儿。是有可能。不过按道理说，这件事齐豫最恨的人应该是我。虽然那个留言里也有我，但是不像是冲我来的。你可以等我。来了。夏之雨恒。啊。哟，我们帅气的宋机长也在呢。不是机长，小飞。手好了吗？啊，好了，今天第一天飞。夏至，我一直都没和你正式的道歉，那天是我一时在气头上，连累你受了这么大的罪，对不起啊。你别这么说，齐豫姐，这都是工作上的事儿，说开了就好。嗯。齐豫姐，那天的事儿你不会还怪我吧？当然怪。我见习乘务长都被降级了。我那天确实很气，不过回到家我就想明白了，谁让我一时糊涂非要跟旅客去降呢？雨恒，你其实是帮了我，不然万一那天我捅了更大的娄子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齐豫姐，你这么说我。雨恒，你表现好，升级快，别看我降级了，但是升乘务长的时候，我肯定排在你前面。你可别嫉妒我。怎么会呢？投诉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快点换啊，机组哥哥们马上到了。好的，姐。姐，听说这个月要晋升两名乘务长，肯定有你一个了吧？那还不一定呢。绝对的呀，这个月的绩效考核你又是前三。
以后还要麻烦姐多关照关照我们了。客气什么嘛，大家都是好姐妹的呀。齐玉，太谢你了。今天的航班你不用出了，一会儿会有人来接替你。为什么呀，艾经理？白金卡旅客赵先生，你还记得吧？赵先生的妻子直接来到我们公司，说要投诉你。不是，他跟我说他没结婚的呀。旅客结没结婚是你应该关心的问题吗？你把我们客舱部当成什么地方？你把乘务工作当成什么了？对不起，艾经理，是我一时头脑发热，我一定好好检讨。不止这件事，你留给赵先生的这个手机号码我查过了，之前在公司论坛散布顾部长和程机长谣言的账号，就是这个手机号码注册的。跟之前网络信息部给我的调查报告对上，号码一致。每个人都要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专业能力再好，但职业修养和个人品格不过关，这样的员工我们陆航不欢迎。客舱部已经做出决定了，和你解除劳动合同。现在请你上交你的登机证件，然后去人力资源部办理离职。